上有一个方法，比如说我现在是，哎，咱们的这个胆结石或者是胆囊炎炎症性的发作了，我们加一个什么穴？怎么告诉大家怎么扎啊？大家看，我们这是肚脐，旁开一寸，上下左右啊，这四个针我们直接直刺，就用咱们的一寸针，啪一拍进去，这叫四正位，也叫四正位。四正位呢，它是有一个聚能的问题，在上下左右一寸的地方扎住肚脐这儿，扎住完以后，它把能量聚集在这儿，我们再来一个奇针打枪，从这儿。啪一阵穴位，几分钟以后疼痛就止。他就是说我把这四正位搁在这儿，叫你能量聚集起来了，再顺着这个咱们的脏腑，比如说是胆巽，这个当中过去之后呢，就可以把这个瘀阻打开了。本身能量挺强，我再产生源源不断的废气，这个废气它要有一个出处啊。我给你指明了方向，在这儿，它的瘀阻在这儿呢。胆这儿，它顺势凝聚的凝聚力，啪再一去，几分钟以后消失。如果在这个问题上，你比如说，我现在三则通气加穴位治疗胆结石、胆囊炎，不错呗。你要再加上上下左右，效果决然是好得多。我们再采用咱们的五土居中，就是肚脐中央这个奇针打枪的针的时候，不管用什么方式，你们记住。只要你们能想起来加上肚脐上下左右各一寸的这个四个点，能够啪一扎直扎慢过去，这叫四正位聚能针，加强了它的能量之后，啪一出击扎哪儿有哪儿。那么大家记住，奇针打枪，指哪儿打哪儿，